凌晨过后，旺角仍然有人聚集，警方采取行动制服两个男人。凌晨零时许，喺弥敦道亚街老街交界，有一个男人不断向马路中心投掷物，之后有着黑衫嘅便衣警察上前制止，同埋将佢制服喺地上面。旁边嘅人向佢哋掟杂物，警员攞出伸缩警棍，服务警察到场增援，举起蓝旗警告，之后制服多一个男人。警方发射胡椒弹球驱散人群，将被制服嘅人带走。警方继续在场戒备。